我一他都个见了。顾客，我收到消息说他中了这个 COVID，这样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他，然后我有听到 Mr. Lee 上一回讲，他有去安邦医院，一个顾客就说进了院，在试做那个用作氧气筒、氧气罩，然后喝了一天，明天就不用，所以我赶快分享给他，这顾客也马上订了两盒。打听一下之后才知道，他一家人是8个人一起中了，吓死人了！8个人一起中，我就叫他每个人喝2包2包了，4包一天。然后因为可能是钱的关系了，他就说老人喝4包，年轻的喝2包每天，我都没有喝，这样他们就喝。打给他这一天我打给他，他讲哎，感觉有点不同哦，很好哦，他又追货。叫我就再拿多一盒给他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真的是有效，可以帮到大家的。如果中了 COVID，你们就要喝多一点；没有中，你一天喝一包，你要保健了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信息尽量传出去，好过中了的时候啊，进去医院就没有出来。很多我很多身边很多朋友进去就没有出来了啦，就那边拜拜了啦。所以希望大家尽量去分享我们这个牛初乳。谢谢各位。